女孩走在悬崖边上，丝毫没有发现危险已经降临，她甚至高兴地回过头。然而女孩光顾着逗傻子，并没有注意脚下，傻子吓得要死不敢过去，但还是壮着胆子冲女孩大吼让她回来，可女孩知道她在犯傻，根本不听。突然她脚下一滑，傻子吓坏了，人命关天他忘记了害怕，紧跟着跳下悬崖摔进水里，迅速把女孩捞上来朝岸边奔去。然而等他冲上岸，女孩却仰着头脸色惨白，早已没有了心跳。傻子不知所措，他浑身颤抖，嘴里说着胡话，以为再等一会儿女孩就会醒来，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女孩悲愤的父母，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。此情此景，所有人都觉得傻子是杀害女孩的凶手。女孩父亲悲痛欲绝，不顾下属反对，举起手枪朝傻子扣动扳机，子弹擦身而过，傻子暂时捡回一条命。然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他被带到警局，关在小黑屋里，遭受非人的虐待，没一会儿就被折磨到崩溃。傻子满脸是血，双眼模糊，嗓子也叫哑了，他结结巴巴的想要狡辩，可身旁凶神恶煞的壮汉直接抓住他的手，在认罪书上按下手印。傻子有理说不清，急得浑身发颤，痛苦地抱住了脑袋。事情还没完，女孩的父亲是司令官，他拿到认罪书后并未就此罢休，而是支开下属独自走进审讯室。很快里面便传来了傻子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一直到深夜都没有中断。隔天清晨，奄奄一息的傻子被带出警局押往监狱。突然门外闯出一个小女孩，奋不顾身地挡在车子前面，听到女儿的声音，傻子顿时清醒，他挣扎着想下车看一看，可身边的士兵提醒他，现在这副模样女儿看到只会更担心，他只能放弃，任由车子缓缓开走。女儿在后面紧追不舍，傻子捏着拳头痛苦地大吼，让女儿别追了，快点停下。很快声音便消失在街道尽头，彻底消失不见。下午傻子被带到监狱，稍微二话不说过来就是一拳，直接把他轰倒在地，不停干呕，紧接着稍微又是一记膝顶，幸好监狱长及时阻止，否则这下就能要了傻子的小命。然而监狱长不是心软，等稍微走后，他走到傻子面前说，你胆敢有一点不规矩，我就亲手把你整死。可傻子完全不懂他的意思，颤颤巍巍地问自己啥时候可以回家，搞得监狱长很是无语。但无语归无语，对傻子的处理他已经早有安排，刚进监狱，傻子就被孤零零地扔在七号房门口，突然铁门一阵巨响，把他吓得一哆嗦，窗户里有张凶神恶煞的大脸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就在傻子瑟瑟发抖时，狱警打开铁门把他推了进去，走之前狱警和老大交代一定要好好招待。傻子对接下来的遭遇一无所知，他又累又困，连衣服也没脱，就这么直愣愣地躺在床垫上沉沉睡去。不料五分钟后老大就动手了，他们先是蒙住傻子的脸，然后又把他扔到卫生间，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。老大率先发难，紧接着所有人都冲了上去，拼命用脚踹，可怜的傻子被踹进医务室，肋骨断了一半，脑袋也受了重伤，彻底不省人事。讽刺的是，人被打成这样，家属不知情，司令官却先不高兴了，他可不是心软，而是憋着狠招，一定要亲手把傻子弄死。在他的授意下，上尉严厉地警告了老大，不许他再碰傻子一根汗毛。就这样，傻子不用再受皮肉之苦，反而一跃成为七号牢房的保护动物，不仅放风的时间比别人多，老大甚至还帮忙安排了一份工作，让他啥也不用干就能领到工资。可是日子虽然潇洒，但傻子却开心不起来，他每天都会守在门口轻声呼唤女儿的名字，希望能马上出去和女儿团聚。这天女儿的老师申请到机会带傻子的家人来监狱探视，可士兵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行。关键时刻监狱长恰好路过，得知傻子居然有个女儿，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在监狱长的帮助下，女儿虽然不能直接见到爸爸，但可以走到禁区隔着墙冲爸爸喊话。听到女儿的呼唤，傻子冲出牢房，整个人都贴在了墙上，兴奋地拍打墙面作为回应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女儿竟然找到了目击证人，那人就躲在他们以前经常去的山洞里，他很快就能沉冤得雪。不料父女俩出格的举动全被上尉看在眼里，他叫来士兵强行把女儿拉开，围墙里两个狱警也同时赶到，把哭闹的傻子抓了进去。回到七号房，傻子躲在床上无助地抽泣，他不怕自己被冤枉，只担心女儿会因此受到牵连。凄厉的哭声让狱友们都沉默了，他们终于肯相信这个单纯的傻子不是杀人凶手。第二天，傻子被带上法庭，谁也没想到人傻心善的他居然直接被宣判了死刑。